回去问。好，我觉得我自己变成悲伤男生。我不会有压力起来。悲伤还是痛？应该是疼痛的。喂喂喂！哇，好多人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医学三的陈玉泉。我是医学三王琴。就现在毕业这个时间点，就是也到学期末了。那回想这个大三这一整年，会觉得真的被好多东西一直追赶着，像是很多区段、很多考试，然后还有组织实验、大体实验，这些都是可能要花一整个下午去那边一直复习。另外还有摄医实习，相信很多大三跟我们一样，都是才刚从摄医实习回来。虽然这么忙，但只要有机会拿起行李箱，踏上返家列车，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。然后大家提着行李箱回到了家门口，爸爸妈妈总会说：“不重，我来提。”我们今天要表演的歌曲是《你的行李》。希望每个听到这首歌的人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不管在哪里，都能想到有人在等你回家。你的心里。
谢谢。